啪啪姐教跳舞。零基础学夜步舞。好多人都觉得学习夜步舞太难了，其实那是因为作为零基础的你，看什么动作都是难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就以零基础的教学方式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夜步动作，大伙看看能不能学会哈。首先呢，把我们的右腿抬起来，然后左腿在地上往前跳一下，然后右腿放下去，然后呢再往后跳一下，右腿再抬起来，再往前跳，右腿放下去，再往后跳，右腿抬起来，这样反复的循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夜步舞前卡的动作。怎么样，你学会了吗？夜步舞还难吗？